Hello， 大家好，我是时代印记的销售主管张盈仪。今天呢由我来带大家去参观一下我们时代印记的一个项目，是这边。好，首先来到我们时代印记呢，首先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区位图啦。首先可以见到我们一个位置呢是黄色的位置的。首先从大区位来讲一下，我们项目是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入边的佛山市。现在佛山市其实大家都知道最有錢和經濟最發達的三大區域咧，就是我哋嘅南海千燈湖啦，同埋我哋嘅禪城祖廟片區，以及我哋依家項目所處嘅一個順德東部新城片區嘅。咁順德東部新城呢一邊咧，都係廣佛交界入邊咧三個板塊入邊唯一一個唔限購嘅區域嚟嘅。咁從我哋項目出發可以見到咧，行翻龍舟公路啦嚇，呢邊廿分鐘就可以到我哋番禺市橋嘅一個區位噶啦。咁依家番禺市橋一個價錢啦，依家都去到3萬到4萬一個價格嘅。咁同埋咧，我哋呢邊行翻東新高速，45分鐘可以到我哋嘅廣州海珠區同埋一個越秀區嘅區域。依家嗰邊嘅房價更加唔使講啦。咁同埋咧，我哋行翻呢邊嘅佛山一環，半個鐘之內都可以串通我哋嘅一個佛山南海千燈湖啦，同埋我哋嘅一個禪城片區嘅。所以都係真正實現咗一個中以內嘅一個廣佛生活圈。咁除咗一個道路交通之外啦，咁可以睇翻我哋一個地鐵軌道交通，咁離我哋項目最近嘅就係麗村站同埋呢一個順德醫院站啦。咁呢條地鐵線咧係佛山地鐵3號線嚟嘅，咁呢條線都係貫穿咗成個佛山最發達嘅經濟最發達嘅三大區域，就係我哋嘅南海千燈湖區啦，同埋我哋嘅禪城祖廟，同埋我呢一邊順德區域嘅。咁呢條地鐵線咧預計喺2022年開通啦，同埋我哋嘅交樓時間係同一年嘅，都係2022年會同步交樓噶啦。咁呢條地鐵線咧，最值錢的地方就是頭先除咗同頭先大家講到的是貫穿了我哋三大區域最發達的三大區域之外咧，我哋步行5分鐘都可以到達我哋嘅麗村站同埋呢一邊嘅順德醫院站嘅。咁重點值得一提嘅就係我哋順德醫院站咧，其實係直接連接咗我哋呢一邊嘅9.7萬方嘅商業地塊，相當於係一個 TOD 上蓋嘅項目嚟嘅。我哋呢一邊係咁從我哋項目出發250米咧，就到我哋嘅順德醫院站啦，同時。連接了我們這邊9.7萬方的商業地塊，以後一個整個鄰郊最中心的位置的一個商場商圈就在我們項目旁邊。還有呢，我們在項目800米的位置就是我們的南方醫科大學順德醫院，都是整個順德數一最靚仔的最好的一個醫院來的，生活一個醫療配套。除了我們這條佛山地鐵3號線之外呢，我們現在現有的都有一條高鐵線，從我們項目出發同步都是10分鐘呢可以到我們的順德站啦。順德站10分鐘就可以到我們的廣州南站而且呢，我們去香港都非常方便，從順德站呢直接高鐵出發46分鐘就可以到我們的香港西九龍站的了。所以我們的一個整體的交通路網非常發達的。現在呢我們又看回我們的項目沙盤。好，咁接落嚟咧，可以見到我哋嘅一個項目沙盤嘅。我依家射筆所指嘅位置咧，就係我哋項目沙盤啦。咁我哋項目嘅位置啦。咁同埋咧，可以見到我哋成個沙盤咧，其實就係順德東部新城嘅一個北部居住區啦，都係依家順德東部新城重點打造嘅一個區域嚟嘅，主要係適宜我哋一個高品質生活嘅一個地塊。咁首先睇到我哋係屬於最中心嘅位置。點解咁講？頭先都同大家強調咗啦，我哋項目係屬於一個 TOD 上蓋嘅項目。咁從我哋項目可以見到呢一邊嘅北門出去咧，250米就直接到我哋嘅順德醫院站啦。咁同埋我射筆所指嘅呢一個區域，就係屬於9.7萬方嘅商業地塊，直接連接翻呢一個我哋嘅順德醫院站嘅。咁再行過去咧，就係我哋嘅南方醫科大學。所以嘅話咧，可以見到我哋項目所處嘅一個位置係屬於最優嘅位置 ，TOD 項目，而且嘅話咧係唔限購一個廣佛交界嘅位置，而且價錢嚟講咧，都係屬於係唔破20000嘅一個價格，所以嘅話咧，我哋一個性價比係非常高嘅，而且係唔可以揾，絕對係揾唔到第二個同樣嘅位置、同樣嘅價錢嘅一個項目噶啦。係咁 OK， 咁除咗我哋一個 TOD 配套之外咧，我哋嘅教育資源都非常之豐富嘅。首先講翻我哋幼兒園啦，從我哋項目出發，過去5分鐘就到我哋嘅拔萃實驗幼兒園啦，都係按照省一區嘅標準去打造幼兒園。咁同埋我哋馬路對面咧，一路之隔呢邊就係鄰教中學，係成個鄰教最好的一個中學，資質都是最好的，一個50年的辦學歷史的一個省一級的高中。咁同埋我哋都是落分到呢邊嘅麗村小學的一個學區啦，小學同埋一個初中嘅，所以2.5公里之內咧，我哋係有10所省一級的幼兒園到高中的一個學府，所以教育方面咧完全唔使擔心。
咁最後咧，再同大家總結一下啦，我哋成個項目嘅賣點。首先第一點咧，我哋係屬於一個廣佛交界嘅位置，而且係唔限購，而且我哋嘅一個價格咧都係屬於一個價格歪嚟，唔破20000。咁第二點咧，我哋係屬於一個 TOD 上蓋嘅項目，有地鐵、有商業、有一個順德區最好嘅醫療配套。咁第三點咧，我哋係非常之低門檻嘅一個首期嘅20%首期。咁如果港澳人士嘅話咧，都係去到30%-50%嘅啫。咁同埋咧，我哋第四點，我哋係屬於時代中國嘅開發商，所以絕對係放心交俾我哋去管理，同埋一個幫你打造一個非常之幸福嘅家庭嘅。OK， 咁睇完我哋嘅沙盤同埋區域咧，咁而家嚟到我哋嘅一個117方嘅一個板房呢邊嘅。OK。咁首先入到門口咧，可以見到我哋嘅一個收納空間啦，呢個鞋櫃嘅面積都非常之大嘅，咁係一個內嵌式嘅一個設計，所以咧都唔會浪費到一個霸用到呢一個多餘嘅空間。咁嚟到呢一邊咧，一入到嚟，我哋嘅一個門鎖啊，可以留意到嘅，係一個四合一嘅門鎖，包括指紋啦、密碼同埋我哋嘅門鈴四合一嘅，係啦。咁再嚟到我哋呢一邊衛生間呢一邊嘅亮點咧，我哋係一個功能分區啦，咁所以你上班嘅時候咧，就小朋友啊同埋一個大人可以同時使用呢個衛生間嘅，非常之實用嘅一個設計嚇。OK， 咁再嚟到我哋嘅成個户型最大嘅亮點啦，大家可以留意到，我哋首先係一個6米闊嘅一個陽台，一個景觀面咧，行出去見到嘅話咧，嗱，就可以見到我哋成個樓王景觀嘅，都係我哋首波第一次推出嚟嘅一個樓王景觀，一個標準嘅一個50米嘅升級泳池，作為一個樓王嘅景觀去見到嘅。OK。咁再嚟到我哋廚房呢一邊咧，廚房首先呢個門咧，我哋做一個升級嘅設計啦，可以見到我哋就算好用力去推拉佢，係一個自動嘅緩衝效果嘅。而且我哋嘅一個廚房啊，佢做咗2米5深、2米5深嘅U型設計，所以嘅話咧，一個收納空間咧，我哋係提高咗50%嘅，而且一個我哋一個設計咧係達到一個亞洲女性嘅一個身高設一個合理嘅比例啦，1.45米嘅一個設計，呢個身高設計。係啦，咁而且我哋可以擺到完全冇壓力，擺放到一個雙面嘅大冰箱喺我哋嘅呢一個廚房入邊嘅，係啦 ，OK， 咁最後嚟到咧，我哋嘅一個呢個四房設計咧，我哋係僅僅119方嘅啫，所以嘅話實用率非常之高，而且南北對流嘅，南北對流係啦，咁可以見到我哋兩個小朋友嘅房間呢一個面積咧，都去到10方左右啦，10方左右，所以完全可以容納到一個衣櫃啦，一個1.8米嘅牀，而且可以有一個比較靚嘅一個全景飄窗嘅。全面飆窗，係啊，咁再嚟到我哋呢邊主人房啦，主人房咧係我哋採用咗一個都係有一個通透嘅一個設計嘅，所以咧呢邊嘅一個所有嘅一個衣櫃啦，包括女人我哋女仔嘅一個容納性嘅一個空間，非常之充足嘅，係啊 ，OK， 好，咁睇完我哋嘅四房户型咧，依家嚟到我哋嘅95方三房户型嘅，三房兩廳兩衛，係啦。咁首先入到嚟咧，我哋呢一個户型啦，可以見到有一個入户花園嘅設計嚟嘅，係啦，所以其實小朋友嘅一啲户外物品啊，同埋一啲雜物啊，翻到嚟屋企，佢見到我哋都有一個設計可以俾你放啲户外物品啦，係啊，翻到屋企嘅話，好啦，咁入到嚟我哋呢邊咧，首先見到嘅係廚房，咁我哋嘅廚房同樣都係採用咗一個 U 型設計，所以咧其實95方我哋嘅廚房做到都唔細嘅，非常之實用嘅一個户型 U 型廚房設計。咁嚟到呢一邊咧，我哋可以望到都係一樣。一個樓王景觀可以同樣望到我哋嘅成個200米無限樓距嘅一個户型一個景觀面啦，而且可以望到我嘅一個升級泳池嘅呢一個陽台，所以景觀面都非常之靚嘅。而且呢兩個户型咧，其實都係喺我哋嘅一個17層嘅小高層設計啦。咁呢個高度都係非常之低密度嘅一個居住舒適度嚟噶啦。咁嚟到我哋呢邊嘅主人房啦，可以見到雖然我哋係一個三房户型。可以見到咧，我哋一個95方嘅三房可以設計到一個衣帽間嘅主人房嘅衣帽間，一個都係內嵌式嘅衣帽間，非常之實用，係啦。咁再嚟到見到我哋嘅房咧，呢一邊嘅係一個分離嘅功能設計，所以話呢邊你完全可以擺到放一張嬰兒床嘅一個位置。包括其實我哋每一個户型都好啦，都係有一個嬰兒床嘅預留空間嘅，係啦，非常之小細緻嘅一個設計。咁呢邊我哋呢間最細嘅房可以見到，其實都是一個全景飄窗的一個設計，所以咧實用率是非常之高的一個實用率嚟嘅，我哋嘅户型係啦。OK， 咁可以見到咧，我哋呢一個分區呢一個衛生間都是同樣採用咗一個功能分區啦，功能分區，所以雖然係95方嘅三房，但係足以夠我哋一家三口四口非常之舒適嘅一個居住環境嚟嘅。咁介紹完啦，其實都可以總結為三點，第一點，
95方三房咧，我哋可以做到呢一個有主人房嘅衣帽間啦，同埋我哋一個第二點咧，都係一樣咧，係我哋一個流廣嘅一個景觀嚟嘅，可以望到成個泳池，係啦，啊咁，但係三點咧都係非常之高嘅一個上率嘅一個整體設計，係 OK。好，咁最後咧呢一 part 我同大家總結一下我哋成個項目嘅賣點啦。咁其實首先第一點針對於我哋香港嘅一個人士咧，我哋係可以46分鐘搭高鐵就可以到我哋香港嘅西九龍站噶啦。咁第一點，咁而且咧我哋係屬於廣佛交界入邊佛山。嘅一個廣泛交界入邊係唔限購區域嚟嘅，所以一個上車嘅門檻咧都非常之輕鬆啦。啊，咁同埋我哋咧都係屬於一個 TOD 上蓋項目，商業地鐵連埋一體嘅。後邊就係我哋成個順德最好嘅醫院，順德南方醫科大學順德醫院嘅。啊，咁同埋我哋係屬於時代中國嗰個品牌，都係喺2013年咧喺香港上市啦，所以大家可以絕對放心信任我哋呢個時代中國品牌嘅。同埋我哋物業咧都係屬於我哋時代自己嘅物業，而且同步都係2019年咧喺舊年喺香港上市嘅。國家一級上市物業，係咁睇下仲有咩問題可以問咧？阿張生，我想問一下啦。咁我哋啲香港朋友上嚟呢度買樓咧，佢需要嘅條件係乜嘢咧？另外仲有一個付款方式係有啲乜嘢類型嘅咧 ？OK， 咁我分開兩部分回答啦。咁第一個咧，付款方式咧，我哋係有一次性嘅一個付款方式。咁可能都會有一個全額分期嘅付款方式嘅。咁呢個待定啦。咁第三個咧係按揭付款方式啦。咁按揭嘅話咧，我哋呢一邊嘅一個條件都比較輕鬆嘅，只要我哋嘅香港朋友咧有一個大陸嘅流水啦，同埋一個佛山户籍嘅聯繫人就 OK 噶啦，就可以喺我哋呢邊貸款嘅。咁首期咧係三成首期係 OK 嘅，係啊。係啦，咁啊，如果貸款咧，佢嗰個利息係跟大陸呢邊咧，定係跟香港嗰邊咧？係都係跟翻我哋大陸，即係本地嘅呢邊利息。咁利率嘅話都唔算高，依家嘅話大概係5.05-5.15呢一個利率浮動之間嘅，係啊，利率都唔算高。好啦，嗱，阿張生今日同我哋介紹得好清楚啦。鄰教呢個樓盤咧，個交通位置啊、地理環境啊，同埋一個生活配套嘅設施啊，都好完善啊。咁啊，呢期節目好多謝你啦，辛苦曬，辛苦曬你。OK， 好。咁啊，下期再見啦。好。OK。拜拜。